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实在可疑啊，那个家伙！老婆，你也想得太多了吧？我们只要全心全意保护南中就好。啊，是啊，我管他是蜀国还是什么，谁都休想伤害我们的家人。 您要用马吗？ 期待您的再次光临。
Yeah.
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所有了。